看这只可爱的小野犬，好萌的感觉，还有这么多只啊。没错，野犬家庭通常有很多小宝宝，有时候多达十几只。原来这里就是他们的家，还有一棵大树可以乘凉呢。没错，他们的家通常会挖得很深，有很多不同的通道。看来小野犬们已经适应在这个洞穴里生活、休息、玩耍。是的。